次想那纸。我们今天去学校报到了，领了书，结果老师只给我们发了三本书，语数英。我现在包书已经包了两本了，还有一本，看大家看看我包的是不是很好看。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可是你这两个字有损这个形象啊，把这个书的档次瞬间给拉低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书包的还挺好的哦，很漂亮，一层花纸，然后一层透明膜是吧？嗯，可以。数学也包好了，为什么只发了三本书呢？因为其他书都是表面上。好吧。因为基本上都是主课了。好吧，就六年级全部是主课了。基本上没有副课。那你好惨呐、啊。学可真复杂呀，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就用报纸包，那种纸包。嗯，我的书都已经搬完了，你们报到了吗？领了几本书啊？然后你们都是怎么包的？大家觉得我包的漂亮吗？漂亮，真漂亮，对不对？漂亮。现在你已经是六年级的大姐姐了，你要给一二三四五年级的同学立好榜样啊，因为你们是最高的一年级，对，一定要做好保养哦。再加上你要好好学习，要考上一个好的高中、初中，你还跳级了呀。